大角星讯息，八月的能量和2024年的结局。你们好，我们是大角星理事会，我们很高兴与你们所有人联系。此时此刻，我们为人类带来了许多好消息。我们非常高兴地向你们宣布，即将到来的八月能量将给你们带来丰富的知识、无穷的智慧和许多美好的理念。这些能量着眼于让你们更容易接触到你们的更高思维的想法，他们将更多的与你们的真实自我、与你们的源头能量自我保持一致。作为这种一致性的结果，你们会收到一些下载，这些下载也将是非常有帮助的。你们此生一直在寻找的许多东西都包含在这些下载中，你们将获得更多有创建的主意，你们会有更多积极的想法，你们将从更恰当的视角来看待那些你们长久以来一直用狭隘的眼光看待的事物，你们将能够获得更多的冲动，因为你们将清楚地看到他们在引导你们走向何方。这些有创建的想法和主意会带来受启发的言语和行动。由于这些能量的到来，他们支持你们接受真正对你们最有利的东西，你们可以而且将会为自己在2024年创造一个更好的结局。你们在那里是为了接收灵感，然后根据灵感采取行动，这样你们就能体验到前进的感觉。你们想体验提升自己的意识和转变自己的意识的感觉。你们不是只想把自己及时传送到第五维度就了事，尽管有时你们的人性部分及小我确实希望发生这种闪送。相反，你们永远不会剥夺自己的旅程，而你们现在就正面临着这趟旅程的喜悦之处，因为在你们灵性进化的这个阶段，你们正在取得如此大的进步和飞跃式的成长。因此，我们请你们期待更多有创建的主意的到来，我们也请你们期待来自内心的暗示或推动会变得越来越清晰。由于2024年8月的能量目前正在到来，并将在这整个月内持续影响你们，你们将更难忽视直觉的闪念。当然，你们还将迎来师门传送门，它已经开启，并将继续越来越大的开放。一旦到了8月8日，传送门将最为敞开，它将一直开放到8月12日。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你们相信，我们所说的是有可能的。而且，由于师门传送门的存在，你们更有可能坐下来并放松，然后敞开心扉去接纳即将向你们而来的一切，他们的到来是为了服务你们，帮助你们，是为了在你们通往第五维度的美好旅程中为你们带来助力。你们眼下就在你们所在的地方，或者你们自己的生活，你们需要来自上界的帮助，而助力正在到来。当你们关注那些有创建的想法和那些直觉的闪念，并将其付诸实践时，你们就会过上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并且你们生活中的许多方面将会让你们心花怒放。我们是大角星理事会，我们很高兴与你们交流。